即係直情車到嚟㗎，因為你唔發停嗰啲，佢一定撞到人㗎，好驚啊，非常之驚啊！个车牌雪咗成廿年嘅陈生，同成班屋企人星期日朝九点几喺荃湾圆圆学院拜祭完先人，上咗架去荃湾西嘅 shuttle。点知人有三急嘅司机去厕所嗰时，只系入咗空波，但冇拉手仔。坐低一阵间咁样啦，咁架车突然之间自己开啊，自己流啊，点解架车咁快开嘅咁样？我望一望个司机，咦，原来冇位冇人嘅个司机位咁样。冲上前想话拉手掣但唔成功嘅陈生，即刻扭右睇。佢咪有架的士顶住咗佢嘅，佢一定向前冲嘅。的士被撞到推后六米，而冲前咗三十米嘅 shuttle 撞向棵大树之后停低。佢有冇信心即系搞得掂架车？冇噶，不过谂住咁得，即系有成八九个人咁样，惊有意外，即系又惊整亲车里边啲人，又惊撞到嗰啲路人咯。shuttle 有九个乘客受轻伤。后来有嗰啲乘客仲好笑啊，佢话多谢我架车挡住佢拖佢架车嘅松势啊。佢影得嗰个车嘅车牌话几年。消息话 ，shuttle 司机去完厕所翻嚟，发觉唔见咗架车，自知出事。有专家教路，遇到同类事件嘅话，旧车应该揸实盘体，控制方向，尽量试下拉手掣同刹掣整停部车。